当时五年级还很小，有很多事还不能确定，唯有保持安静。与其这样说，不如说我真的打从内心非常喜欢安静。我喜欢安静地画出一只猫，安静地拼凑出一只狗。我喜欢用自己的步调去探索未知的地域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声音，我想花点时间确认一下。